雕塑身形，健康每天，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会包含了腹部核心的训练和平衡的训练，赶快站起来跟我们一起运动吧。我们今天利用抗力球来进行坐躺姿的流动。同样的抗力球，我们除了帮我们做平衡的练习之外，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身体力量的一些使用跟控制。所以在这个练习中，可以的话找一颗直径大概22公分左右的球来帮助我们练习。注意一下，这个空气不要充太饱，8分饱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先来做暖身。我们让身体膝盖伸直，双脚往前，把球轻轻的放在大腿内侧，在过程中大腿内侧尽量靠近，保持中线的力量，身体坐稳。哦，如果有些人因为髋关节或者是腰部腰椎力量不是很好的人，你可以选择膝盖微微的放松，让自己能够稳定的坐姿，或者是把瑜伽垫卷厚一点点，让自己的髋部坐高。双手持球扶在大腿上面，吸气打开胸口，吐气慢慢的把球往前走，压脚背，把球推往脚尖的方向，肩膀打开远离耳朵。我们这边停留两个呼吸，尽量不要让身体有波动摆动的状况，慢慢的吸气回，吐气把球往前延伸。在过程中感觉头顶是往前走，顺着球往前延伸，感觉自己的臀部往后延伸。在过程里面，如果你有需要，膝盖可以再弯一点点。除了停留之外，你也可以配合着呼吸做流动，吸气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这是前弯的伸展。接下来我们做侧身的伸展。我们把双脚小腿慢慢的靠近身体，把球选择在身体的一侧，手肘放松，吸气慢慢的另外一侧的手带向耳朵，吐气慢慢的把球推向侧边。在过程中请你注意一下，抬手的骨盆不要离开地面太多，让自己的坐骨都能够稳稳的放在垫子上面。吸气回，吐气，目光可以看向上方的手指尖，吸，吐，再一次吸，吐，吸气回，慢慢的把手放下来。我们换边再做一次，把球轻轻的放在地板上面，手肘放松，球控制在你的手腕到掌心之间的位置，身体坐直，吸气慢慢的把手带向空中，吐气慢慢的把球推出去，目光看向天花板或者是上方的手指尖，吸气回正，吐气，吸气回，吐，最后一次吸，吐气，慢慢的吸气回，吐气，慢慢的把手放下来。接下来我们把球放到身体的前方，打开胸口吸气，吐气放松，肩膀放松，下个吸气球往前延伸，往上延伸，吐气拱背，吸气上，吐气下。如果你伸展比较好的同学，可以让你的手背延伸到耳朵的后方，让伸展更完全。最后一次吸，吐，吸气上，吐气，慢慢的把球放下来。接下来我们让自己大腿的内侧借由这颗球能够做更多的强化，慢慢的把双脚往前，脚掌踩地板，把球放在大腿内侧，
两个脚掌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是一个脚掌到一个半脚掌的宽度。球稳定的维持在大腿的内侧，双手可以放到身体的后方，指尖朝外。在这里面，在下一个吐气的时候，把球压到你觉得最小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呢，差不多就是你一个拳头的宽度。维持在这里，我们要让这个宽度在每一次的吐气中可以压得更小一点点。吸气，打开胸口，往内夹十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有没有觉得酸酸的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去检查一下你的动作会不会是像老师这样的错误示范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哦，这个是没有力量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，请各位一开始就把你的球夹到最小，这个就是你的最大宽度。接下来的十次吐气，你只能比这个宽度更小哦。我们再一次看看，吸气，打开胸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啊，这样的练习可以强化我们大腿内侧的力量，还有我们骨盆底肌群的力量。这个部分不论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做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让身体做强化腹部的力量。我们先把球放到身体的后方，你可以利用上半身往前的时候，把球塞到垫子跟你的身体中间。在过程中，我们把膝盖一脚一脚的弯曲，因为有球的帮忙，可以让我们的下背能够获得支撑。所以等一下在练习的过程里面，请你让你的上肢、胸口、背部尽量保持挺立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，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状况决定身体往后的角度。当然越往后越辛苦哦。我们尝试看看，双手往前吸气，吐气，身体微微往后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手指尖退到膝盖的后方，如果觉得太累了，你可以稍微往前一点点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右手靠近耳朵。为了避免我们憋气，所以我们把口令大声的念出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赶快把手放回来。如果觉得很累的话，我们可以这边先休息一下，让自己的呼吸能够稳定下来。好，我们准备另外一只手咯。吸气，胸口抬起来，身体微微往后，双手举起，准备好了，换手，靠近耳朵，大声的念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啊，赶快回来。在过程里面，如果你觉得脸部、身体开始有抖动，这是正常的，这表示你的力量开始做帮助你身体稳定的一个训练。我们再试一次哦，双脚踩稳，双手往前，身体往后，从右手开始，靠近耳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换手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还有力气吗？我们两只手一起来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哇哦，太好了，完成了。把头低下来，放松肩膀，放松你的肚子。有感觉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把球拿出来。好，因为这颗球已经不在我们的后方，保护我们的下背了，所以在练习的过程里面，你的背尽量能够弯曲，保持一个像 C 的一个字形，让你的脊椎在维持在一个 C 的状况下，保护你的下背。好，过程中我们球不在后方，在前方，帮助我们做延伸。双手持球往前，吸气打开胸口，吐气一节一节的下巴收，把你的下背一节一节的靠近地板。好，如果你觉得可以控制的人，你可以再降低一点点。吸气上，吐，下巴收，下背一节节的靠近地板。吸气上，
最后一次吸，吐，吸气上，呼气下，觉得如何呢？如果你觉得你还有力量，可以再加深一点点，我们在下一个动作让自己的腹部的力量更稳定。准备好了，双手往前持球，吸气打开胸口，吐气，停在这边，把你的右手持球靠近耳朵，吐气下，吸气上，吐气下，吸气上，吐气下。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支撑的，你可以再让身体低一点点，没有关系的。吸气上，吐气下，吸气上，吐气下。让你的下巴再靠近胸口近一点点，让自己的颈椎不要往后仰太多。吸气上，吐气下，吸气上，吐气下。最后一组了，吸气上，吐气下，吸气上，吐气下。好，尝试看看，把球再往前推出去一点点，一节一节的把身体带起来。觉得如何呢？好，这两个腹部练习可以帮助我们让自己的核心的力量更加稳定。如果你还有力量的人，我们可以再做一组划船的练习。这个动作是组合前面动作跟刚刚这个动作的训练。我们一脚一脚把膝盖弯曲。由于背后没有球，所以等一下过程里面让自己的腰部尽量保持弯曲，注意力放在你的肚脐上面，双手持球，背部保持弯曲，可以的话让自己的球在你的膝盖上方，右手不动，左手持球往后划船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幅度不用太大，根据自己的体能的状况来决定，即便只是小小的范围都能够强化你的核心。再一个训练，好，慢慢的起身，慢慢的肚子贴大腿，低头让自己放松，让下背放松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练习，让自己的双手强化我们的手背的肌肉，还有胸口的肌肉。我们让自己的手掌心相对，把球放在手掌心的中间，手肘尽量开展，没有下垂，让自己的掌心力量配合着呼吸把球夹到最小，吸气打开胸口，吐气慢慢的把球往内集中，吸气打开，就像你的呼吸一样，注意肩膀远离耳朵，没有耸肩哦。再一次吸，最后停留在把球压到最小的状况下，下一个吸气用你的右手把球推到左边，球不能变大哦。吸气回正，吐气推往另外一侧，在过程中你会觉得有点抖动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接受它，你会感觉你的胸大肌的力量被稳定的带出来。最后一组咯，回到中间，看一下你的球有没有变大，希望是没有的。我们最后让这个球再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训练，在维持球是压扁的状况之下，慢慢的指尖朝前，尝试看看吸气打开胸口，吐气慢慢的把球往前送，你会发现身体抖动的更厉害了，慢慢的回来，再一次。最后一组咯，非常好，回到胸前，指尖朝上，慢慢的把球恢复到原状。所以这颗抗力球除了帮助我们训练平衡之外，它的辅助过程可以强化我们身体各部门的核心的力量、集中的力量，藉由球的引导帮助我们形塑更好的体态。今天的课程不知道对你而言是不是很适合呢？如果你觉得有点跟不上，不用担心，配合着自己的呼吸，
选择自己适合的动作，相信一定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。谢谢收看《要健康就运动》。